你没事吧？爱亮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老想开除人家啊。丫丫，看这是什么？啊，你真哪儿来的呀？家属送我的，因为我有小孩，我没孩子，别丫丫玩吗？丫丫，快谢谢云飞叔叔。谢谢云飞叔叔。我爸爸回来也会给我带玩具的。哎呀，孩子真可怜。你说谁可怜呢？我告诉你。我们丫丫有爸爸，我怎么没见过呀？人呢？马上就有了。丫丫，有时间去树上看笋啊，可帅了啊！好啊，好啊。丫丫，你看照片上这个叔叔啊，求着要跟妈妈结婚。 结了婚你就有爸爸啦，妈妈，他是谁呀？花姐，哎呀，亮亮，你干什么呀？好，你下。对不起，亲爱的花姐，美丽的花姐，那个，能把户口本还给我了吗？急什么呀？还有用呢？不是，这漫漫人生路难得结几回，你说这咱们现在千万别扯到结婚这件事上。我身体也弱，结了婚也只是个摆设，身体也亏，你赶紧还给我呗。 妈妈，你说的爸爸就是他吗？花姐，我看你的户口本是要看你的生辰八字跟星座属相跟我相不相符，相符的话呢，我才能跟你继续交往；要是不相符吧，免费送我我都不要。那咱俩合吗？你呢是搞怪的水瓶男，我是慢热的摩羯女，咱俩在一起啊，就四个字。 有用无分，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不是，那个，那户口本可以还给我了吗？哎，慢点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帮我值3天夜班。啊？这怎么行呢？你这完全就是欺负人吧，花姐，值3天夜班，你开玩笑呢？哦，不同意是吧？ 欺负人，好吧。不是，三天，就三天。从哪天开始？今天。行。小七。 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你看看妈妈啊，来。你今天是不是一天没有排尿了？我怎么那么粗心呢？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啊？ 喂，长安，小七一天没排尿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带我们去趟医院吧。哎呀，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啊，我现在很忙，别拿这些破事儿烦我。喂，小七别害怕，妈妈带你去医院啊。 小七没事，我们到了啊。这边，你好。亮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一丹，我怎么在这儿？说来话长了。小七他怎么了？小七他一天没排尿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什么事？喂，丁院长，我爱亮，那个现在有只狗狗病了，你马上过来一下吧。 挺着急的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亮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说起来就太长了。最主要啊，
是我觉得我天生就对小动物有一种爱，然后我觉得人医跟兽医也就触类旁通，而且给小动物看病反而赚得更多，所以就来了嘛。原来如此。哎，大半夜的你怎么就一个人来了？贾长安呢？哦，他有事。有事儿？这都几点了，他还有事儿？哎呀，行了，别瞎猜了。亮亮，你一定要帮忙，帮我治好小七的病。啊，你放心，这点小事儿绝对没问题。你也知道我上大学时候的手艺嘛。小七乖，叔叔帮你看病呢。啊，阿亮。丁院长，哎呦，那个一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宠物乐园的丁院长丁涵，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吕一丹，小七的主人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院长是这方面的专家，院长你赶紧给小七看看吧。嗯。说谎话，我天生就会看家。过来，我待人真诚不虚假。我有时也会撒娇，有时也不太听话，都怪我好奇心大。院长。他哪里不舒服？嗯，他一天都没有排尿了。没有排尿啊？嗯。哎呀，院长，想不到你这么厉害，可以想出这种方法来治疗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为什么平时你对人冷冰冰的，对狗你就这么温暖呢？闭嘴！开玩笑。嗯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不出我所料，果然是尿路阻塞。不过还好没有形成结石，幸亏你带他来的比较早，如果再拖的话，可能就危险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先帮小七导尿吧。哎，亮，你帮我啊。没问题。你帮小七按摩膀胱。哎，轻轻拿啊。小七啊，就让我好好来招待招待你啊。别停了，继续按摩。啊！快点，别停，快一点。没事啊，小七。小七快好了啊！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小七好棒哦！真乖。小七，好了。这个小祸害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，此仇不报非。小七，嗯，小七没什么大碍，等会儿你可以带回去了。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可以找我。谢谢丁院长。这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以后多注意就可以了。
他多大了？他一岁了。长得真可爱，还特别聪明，真像我当年养的那一只。你也养过拉布拉多犬啊？对啊，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怪不得呢，其实小七挺认生的，但是对您一点都不认生。哎，累死我！阿亮，送送你老同学吧，我把这儿整理一下。哦，好。接你回去了，回去喽，回去喽，回去喽。哎呀，走了，小七，谢谢啊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走，小七，走了，回家了。这次还算幸运，要是来晚了，小七就危险了。幸好我及时疏通了他的穴道，尿道。今天你受委屈了，弄得一脸都是。嗨，没事儿，我们这个做宠物医生都习惯了，没事儿。嗯，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我送你啊。不用送，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呢？我得送你啊。真的不用送，我先走了。行吧。走了，小七，走了。这座都停，这座都停，这座都停。你怎么站那么高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一见你就来气。人家说乌鸦嘴臭，你这个鹦鹉嘴比他嘴还臭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给我好好的管住你的嘴，要不然我撕烂它，我撕烂。讨厌讨厌！你多大了？跟一只鸟怄气，你幼不幼稚啊？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花姐呢？今天不是她值班吗？怎么不在啊？嗨，别提她了。为了拿回我的户口本，我又跟她签订了不平等合约。别了吧。这个花姐把规定当儿戏。丁院长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个宠物乐园是宠物的天堂，人间的地狱啊。天堂。有这种感觉就对了，在我们这儿，宠物永远是第一位。不过还要谢谢你，今天小七情况那么紧急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真的会有危险。这是我的职责，不用谢。不过，你老同学的诊费你帮他出了吧？我刚刚算过了，一共365元。啊？这个你还问我拿钱啊？哦，从你工资里扣。哎，你行了吧？不干，不干。小米，啊，来，进来。小米。小米，小米，我跟你说啊，放心，小七的病已经好了，他的尿路不堵塞了啊。是我。你干嘛不开灯啊？你干嘛去了？我跟小米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不就是一天没排尿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？对啊，因为在你心里，狗狗的事情永远比不上你的应酬。人的事儿还没搞明白，我还管狗的事儿？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！吕一丹，咱俩还没离婚呢，你注意点影响。时间也要抽点时间陪你们聊天。小米，小七，还好有你们陪着我。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的啊，都会好的。
妈，有事儿吗？这一大早就来电话。我说长安呐，你别老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。你忘了你爸临死时候的嘱咐吗？啊，贾家十代单传，别到你这儿就断了香火。你必须给李一丹点压力，如果三个月内再不还愿，你们就不用再撑着了，直接给我离婚。听见了没有？啊，听到了吧？我妈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连最后的期限都定下来了。贾长安，你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不觉得你妈这样说话太过分了吗？是，我妈的思想她是古旧，但是要孩子的事儿，纯粹是因为她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嘛。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，行吗？不是不要孩子呀，我不是一直在努力吗？你做什么努力了？我怎么觉得你那么消极呢？我怎么觉得你根本就不想生呢？我消极？我什么时候消极了？你不消极，你不消极的时候，你选择现在跟我分居是不是？我跟你分居是为了让我们少吵架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我考虑你的感受？那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我在咱们家我就排行老四，在你心里这两条狗都比我重要。关小七小米什么事儿啊？你别胡搅蛮缠，把什么事情都往他们身上推行不行啊？怎么样，这说到狗你来劲了是不是？那我问你，妈给的那个方子那药你吃了没有？你买了，就是一条狗都比你要多。一丹，喂，什么事儿？什么？公司100万的账对不上？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来啊。一丹，公司有事儿，我得去一趟啊。早饭你自己吃吧。药别忘了吃啊。吃，你要再这样的话，我把你拴起来了。什么紧急状况？院长，其实没什么事儿。哎呀，我不是要过生日吗？我打算请大家吃海鲜、喝啤酒，好不好？海鲜呀，我要澳洲龙虾，还有吃螃蟹。我想吃那个三文鱼。袁大壮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种事情你都按紧急键。袁大壮，我警告你啊。下次别再乱按紧急键了，如果还有下次，我先把你当螃蟹煮了。哎，你说这丁涵子上辈子一定是海底洞。哎，你别说了，吃什么吃什么？大壮，你想要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喜欢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上了一套5000多的华国化妆品。再见。哎哎哎，龙虾还吃不吃了？吃啊！哎，吃吃吃，酒来了，这个。哎，谢谢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今天大壮过生日，大家一起喝一点。高兴高兴啊！好，好，喝一点儿。不要给我倒。您不喝啊？我呢，在养生，这是养生之道。不是，高大夫，养生也要看时机。
你说大壮好不容易过个生日啊，不是，难得过一个生日，你多多少少喝一点，好酒好福气嘛。我给你倒一点啊。哎，小明来。哎，小明酒量好，多喝一点。大家把杯子都拿起来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丁院长，嗯，还有大壮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亮亮，谢谢亮亮。来来来，说两句，大壮。来，感谢今天大伙来参加我的生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啊，来来，生日快乐！嗯，哎呀哟，哎呀，亮亮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一点，来，我给你擦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花姐，你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，还没喝就多了。幸好这是纯粮食酿的白酒，叫是啤酒啊，味道和颜色可有的说喽。啤，花姐，你干嘛呀？坐。你才搬进来两天，这里就乱成这个样子了。宠物公寓都比你这干净多了。废话，宠物公寓的猫猫狗狗都是我打扫的，我哪有时间打扫我自己啊？哼，那你现在有时间了，赶紧打扫。哎呀，真看不惯你这个邋遢样，好讨厌自己是处女座。整理的还不错吧？嗯，这个镯子好漂亮啊，是你的吗？那我先出去了。不是愚人节，一点都不搞笑，一丹。我没有在开玩笑。这个是你送我的玉镯，记得还它。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？要忘记我爱你，是我心中的。Thank you.
豆豆，你今天怎么不说话了呀？啊？这样就对了，我们要和平相处嘛。改天给你找点吃的啊。啤酒。啤酒。你个臭鸟，最后一天我把你煮了吃了。你才早更呢，你们全家都早更。下一位。医生你好。哪里不舒服？就是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对劲儿，我想做一个全面一点的检查。有多长时间了？有一段时间了。平时的经期正常吗？有没有觉得全身乏力或者比较疲惫的感觉？偶尔会有一点。像你这个年纪女性呢，我们着重检查一下乳腺和子宫。好。对了，医生，这个可以加急吗？我想快点知道结果。当然可以。谢谢啊。好，你先去做检查吧，一会儿把结果拉过来。好，谢谢医生。爱亮，你真的好机车呀！你怎么那么讨厌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有你这么给狗狗洗澡的吗？毛都给你洗下来了，你以为是澡堂子搓背啊？我讨厌，滚！有你上次夸张吗？我觉得站长还挺理性，挺严肃。哎，你们说院长是不是太久没谈恋爱，没男人疼，所以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不过院长他这几年也都没谈恋爱，不对，他好像从来就没谈过恋爱。你说他每天跟猫猫狗狗的在一起相处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我也旁敲侧击的问过几次，他说现在呀只谈事业，不谈感情。哎，你们说，他是不是？取向有问题？不会吧？你们看我干嘛？我可是纯爷们儿，哪像院长？你说长得这么漂亮啊，那做起事来比男人还狠。哎，亮亮，要不你把他给收了呗？我收了？你开玩笑呢？什么样的男人敢娶她呀？那还不是在家里养了一个母夜叉，天天回去就对着她那张脸，对着她那张脸，干什么都点背。你说这种女人谁受得了？嫁给我？开玩笑呢？我倒八辈子血霉，她嫁给我，真的。不是你碰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她就，我看下。站住！都吃饱了吗？吃的都还好吧？挺好的。花姐，院长，花姐，你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逢人就问是不是单身啊，有没有车，有没有房，你当我们这是婚姻介绍所啊？院长，是他们先找我搭讪的吗？不是。是吗？那我最近怎么频繁接到投诉，说我们的前台像宠物主人逼婚呢？袁大壮。哦。还有你。我能不能麻烦你啊，不要再拿宠物当实验品了。就你做那些奇葩造型，我实在无力吐槽你那惊人的品味跟审美啊。昨天那只被你喷了3斤发胶的西施犬，回家之后照完镜子都不敢出门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完美世界宠物乐园的名声臭名远扬啊？那人家搞的是艺术嘛，你们到底懂不懂嘛？艺术啊，艺术就是穿一条紧身裤，然后裤子开崩了，是吗？阿雅啊，
你们这些90后啊，可不可以不要时时刻刻把手机都拿手上啊？我觉得你一天的时间有半天都把手机端手上，比你睡觉的时间还长，你有没有心思工作？还有，我麻烦你把那些稀奇古怪的铃声都给我换了，你要是上班再让我听到你那些铃声，我就把你手机没收。拿来。两个都拿来。把你今天跟爱亮打扫宠物公寓。啊，我不要，多臭啊。不臭的不臭的，还有点臭。于飞，我求求你高抬贵手啊，我们经费本来就已经很不足了，请你不要再随便为你的实验室添购新的仪器设备了。院长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这不是为了更好的做研究，然后给宠物看病吗？为了科学啊，我的眼里只有科学。我知道，但是钱也不能这么花呀。高大夫都跟我提意见了，你挪用他的经费啊。阿亮，你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没有资格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在检查的时候，我发现宠物公寓根本就没有打扫干净。要是小动物长跳蚤怎么办？生病了怎么办？丁院长，这可是天地良心，我天天拖地，把那个地拖得比我脸还干净啊！哦，你今天洗脸了吗？洗了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我洗了，我洗，我你不信可以，你摸摸，清清爽洁不紧绷，你看。一天洗几遍啊？两遍啊。你一天洗两遍脸，宠物公寓怎么一遍都打扫不完啊？到底是你的脸重要还是动物重要？动物重要，脸也重要。我限你2个小时之内把它打扫干净两遍，要是没有你的脸干净，你今天晚上就睡那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结婚了吗？结了，快3年了。那今天你的老公有没有陪你一起过来？没有，他工作比较忙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你给他打个电话吧，让他来一趟，或者呢，叫你的家人来一下。是很严重吗？没关系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根据检查的结果呢，我们在你的子宫内膜发现了一组上霉性肿瘤，我们怀疑是……是癌，子宫内膜癌。根据现在的结果，已经有晚期的迹象了，发现的太晚了。晚期。那还有什么办法吗？你也不用太悲观嘛，如果马上进入住院治疗的话，或许可以创造奇迹，这都是有成功的案例的。如果奇迹能出现，就不叫奇迹。这样吧，你回家跟你家人商量一下，我建议你还是赶紧住院治疗，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。谢谢。不刷牙，你干嘛呢？院长让你来陪我一起打扫，你老拍什么照啊？他让我陪你，又没让我打扫，我这不是陪你吗？再说了，我还做专职的摄影师，我容易吗？来来来，来个侧面，快快快！来什么侧面？
要来就来正脸。嗯。你干嘛？没见过帅哥啊？哎呀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我们这儿真是名副其实的宠物乐园，人间地狱啊！不行，我要抗争，我要去抗议，我要跟丁院长去争取自己的权利。干嘛去了？怎么电话不打一个？去了趟医院。到医院干嘛去了？看妇科去了。是子宫问题还是卵巢问题啊？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？还是你压根就不想生啊？是癌，子宫内膜癌。根据现在的结果，已经有晚期的迹象了，发现得太晚了。
丁院长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我是不是这个医院里边工作最辛苦的人？天天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鬼晚，干得比狗累。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扣我工资呢？不是我扣你工资，是你自己扣你工资。我只是按照规定执行而已。你开玩笑，我怎么会跟钱过不去？我怎么会自己扣自己工资呢？你说我工作没做好，我哪儿没做好了？动物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周一，你给博美洗澡的时候没有用宠物专用的洗浴液，导致她严重过敏，全身掉毛。周二，你打扫走廊的时候消毒剂用的太多了，走廊全部都是消毒剂的味道。你知道很多狗因为这样都已经开始打喷嚏过敏了吗？还有礼拜三，该你倒垃圾的时候你没有做垃圾分类。我院长，我突然有点急事，回来接着聊。哎，亮，那狗粮啊，那可不嘛。来人呐，救命啊！你怎么站那么高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一见你就来气。人家说乌鸦嘴臭，你这个鹦鹉嘴比它嘴还臭。这个宠物乐园是宠物的天堂，人间的地狱啊。小心，没事，我们到了啊。这边，你好，亮亮。别停，快一点。啊！